红美社区对103年参加农委会的农产高龄者创新学习计划的泰国课程了后，这个社区的时段拢变甲真爱拍鼓，所以这个拍鼓的课程是一直改延续落去。即摆伫咧小期间的课程当中，佫特别来加入比较较困难的节奏甲人狮头等动作，或者拍鼓是变了更加趣味，嘛互愈来愈侪时段是愿意出来学习着拍鼓。对着歌曲跳着卡步，刷来拍鼓，搁人狮头，看起来几秒钟的动作，算是用几啊年的时间练出来成果。这是南投市红美社区对103年参加农村高龄者创新学习计划，接触到泰国了后，是让社区中者变甲相当的爱拍鼓，嘛伫个即届小旗舰课程中延伸学习落去。在103年刚接触泰国的时候，都开始做彷徨，啊，到尾了练了了，身体嘛健康，啊嘛了嘛做有成就感的，让我们就把小旗舰的太鼓今年再加进来了，去年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加，今年的那个课程就更有戏剧化的，还有更有内容的，因为我们的长辈能量已经有可以到进阶了，那长辈们学的都很健康。对103年就开始跟红美社区的中者拍鼓老师嘛讲，因为进前已经有练习基础，加上大家拢真爱拍鼓，因此伫即届小旗舰的课程中，佫特别加入比较困难的节奏，以及人狮，来让因拍鼓的技术佮表演。变加更加丰富精彩。这一次的技巧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光一个可能就加入半拍，甚至16分音符，它是一拍里面有4个音。那长辈们其实在学当中，其实也不是很容易。而且我的节奏今天是塞鼓节奏，咚咚咔咔，咚咚咔。啊，我较早至少今天就简单，啊，到今嘛真的困难度高了很多。因为以前我们怎么晓得我们年纪这么大了还有可能去学打鼓，不可能的事啊！现在又能打鼓，而且能够打出很整齐的节奏，啊，搁会当出去表演，时常的去表演，啊，感觉足欢喜啊！在这几年的拍鼓课程中，是让红美社区的中者变甲愈来愈健康、甲活泼。社区干部甲志工嘛表示，未来拍鼓课程嘛会继续开课落去，让更加侪中者走出来处理、来学习，过一个快乐、健康的退休生活。记者李英顺采访报道。